我想找你商量件事儿。你怎么总商量事儿呢？啊，听说你儿子又要回来了，是不是？你就是啊。东商一回来，你就跟我商量事儿，咋的？让我给他举办一个欢迎仪式啊？就是啊。你说一个村住着，咋也不能让我们太掉链子吧？你像米佳琪回来的时候，那你敲锣打鼓扭秧歌，到了海涛这儿，你是没举行仪式，因为他是你儿子，你为了避嫌。到了东升这儿，那我们就得比照米佳琪了。人东升也是海归，又没娶上俄罗斯媳妇儿，那你要不捧这个场，我们可就太没面子了。当初我扭成那场秧歌啊，是为了欢迎俄罗斯姑娘，你知道吗？你东升一个人往回走，我有什么可扭秧歌的？有什么欢迎的？你要能领回一个俄罗斯大姑娘，我也给你扭场秧歌。我跟你说，听你这话，你根本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儿。东升也是海归，日后不一定比海涛干得差。你咋就不能有点先见之明呢？你啊，行，等东升回来，我也给他扭场秧歌，行了吧？这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，你把日子定了之后，提前告诉我。日子定完，我告诉你就完事儿了呗。就这么定了。行了，别磨叽。这边是观众吗？这边是舞台，这两边晚上还得架两个灯，明白吗？我知道。等一下，我告诉他。哎，老吴，晚上那块还得架个灯哦。好。叔，你过来了。哎，好。爸，我这，你这搭的是戏台吧？啊？哦，不光是唱戏，这唱歌啊、跳舞啊都行。啊，就是演节目呗。那，谁在这演呢？谁都行啊。咱这不是自娱自乐大舞台吗？哎，爸，你要是有兴趣啊，晚上你也可以上台啊。我啊，自娱自乐哈，好啊。但是海涛啊，我可跟你说啊，你要想用我剧团的人来演出，你必须得提前跟我打招呼。啊，那是，我知道，知道就好。哈哈哈哈。哎，那你们乐吧啊！这儿，你看见了？姐，这边，你别瞎动。哎，我说明一下啊，今天大家上台都欢实点啊，热闹点啊！等一下，都在这画着呢，都画上了。怎么样，佳琪？咱们这小剧团还像样吗？那是相当像样的。哎呦，樱桃，你也来了。小樱桃是我新收的学员。啊，你演啥呀，樱桃？我报幕。不是报幕行啊，这脸有点太红了吧？啊、嗯。哎呀，今儿是大喜日子，新鲜点也行。就要这么红。听咱们艺术总监的。对。哎，我说媳妇儿啊，你可得好好演啊，咱这小剧团全靠你这杨二转一炮打响呢。没问题。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，还剪？哎，婶儿，你这大腕儿啊，你怎么没化呢？我来得及。哎呀，那小面瓜啊，化妆可撒楞了。再说了，有我这艺术总监，你就不用操心了，肯定不耽误事儿。咱们准时开始啊，抓紧时间准备。那行，那先走了。老公，来一下。哇！各位游客，各位村民，各位员工，大家晚上好。为了丰富游客的旅游生活，红叶岭旅游公司精心策划了一台自娱自乐大舞台活动。从今天起，自娱自乐大舞台将陪伴大家度过一个个难忘的夜晚。首先，请欣赏红叶岭旅游公司董事长东尼亚小姐和总经理陆海涛先生
为我们演唱一首《红梅花儿开》，有请二位。风情山庄啊，有精彩的演出，我想去看看。哎呀，就这大事你早说呀！来，干，干走。我可真谢谢了啊！下面请欣赏《东北二人转》小拜年儿。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，少爷都给老子拜年儿啊。那男和女呀，哎呦呦呦呦呀，哎呦呦啊，哎呦呦呦呦，都把新衣服穿呐，哎呀！是这样吗？节目好看吗？好看，比电视节目好看多了。哎，妈，这节目不能白看啊。爸，可交给你了。放心，老妈归拢的。你收拾他，我放心。小涛啊，紧张啥呀？不是你那叫自娱自乐呀？啊？那你说那叫啥呀？你那叫正规的演戏。不是，是演戏，哎，承认了吧？那是人家自己上台演的，我还怕他们上去呢，我一直在拦，我拦不住啊，我。啊、你行了，你痛快交管理费吧你。大半夜你吵吵啥呀？我告诉你，他是个小骗子。他怎么是骗子啊？这儿子多规矩啊。他规矩？一肚子小鬼心啊，不知道你这。那你说说，他咋跟你耍心眼子了？啊？儿子，嗯，坐下。哦。你这啥意思？你这。我还想问你啥意思呢？我跟你说，你呀、啊。要那个管理费，你要得出吗你？你不知道咋回事，我告诉你。我啥都知道。这个事儿啊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你不对。以后你少提那管理费。快去睡觉吧。你心眼看我干啥呀你啊？啊？咋了？看你还得交管理费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管理费的事儿。你就惯孩子吧，你还想？没事了，儿子。妈，我就最佩服您这一点。好了，睡觉去吧，儿子，坐坐坐。哎，烟斗啊。那什么行，那啥我还得跟你商量商量。你又商量啥事儿？我这还有事儿呢。哎呀，你说你不是这秧歌队给你练着呢？你昨天晚上练到半夜，你还想咋的你？不是，那也不能光扭秧歌啊，你咋的也得整几条标语呀、啊。
漂移，找漂移，你说吧，来，我跟你说，找啥漂移？你像那是什么？就是，欢迎东升海龟呀、啊。啊，欢迎东升海龟。反正就这类的，我不会原词，原词那得你整。不，我听你的，就欢迎东升海龟呗，这我能记住。不是，那行，这就这条呗。你一条能行吗？你再来一条。那你说还啥？这个欢迎东升回乡创业，行不？这个能行？那就是欢迎海龟，创业，这我都能记住。啊，这样，别光欢迎，前面加个热烈，热烈欢迎吧，加俩字热烈。那可太好了，我跟你说，主任，我没好意思。那行吧，哎，标语没了，但事儿没完。你咋这么没完没了？你还啥事？你快点，我有事儿呢。米佳琪那时候，蓝乡长来了，他参加了，你得把蓝乡长给我请来呗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事儿我可不敢答应你。一个是呢，人家愿不愿意来。二呢，人家有没有这个时间？哎，不行，你自己去请去呗。你净扯呢！我一个农民，那能行动吗？有啥请不来的？你儿子不也是海龟吗？海龟跟海龟不一样。哎，这回承认不一样了吧？啊？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你就别挑字眼了，行不？哎，行啊，这样，我给你出个招吧。你要非要请的话啊。你呢？找找蓝心，哎，或者是跟水上漂说说也行啊，知道吧？啊，那行，那我再琢磨琢磨。哎，主任，谢谢你啊！谢谢。哎呀，这费心了。东升，回来了？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？哎，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呢？啊，我开车去机场接你啊。用不着，自己家兄弟，眼瞅就到了。那行，我给你接风吧。我跟你说啊，不许拿米仓石谷对付。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咱们江城。好，啊，说定了。来，上车。常远叔，你看谁回来了？你咋回来了？这话说的，说回来就回来了呗。我说你为啥不事先来个信儿？你听听，从未正面秧歌呢。你烟斗叔把标语都写好了，就为了欢迎你。我？你可倒好，做贼似的回来了，你这不坑人吗？爸，又是你长的脚吧？你不海龟吗？行了，叔，进屋说话吧。行，进屋，走。东升这次回来就不打算走了。想一想当年我们一起在俄罗斯，现在又回家相聚了，真是不容易。是啊，真不容易啊。佳琪啊，海涛，你是不是有事儿啊？有话你就说话。东升这次把铺子都处理了，带着资金回来，正愁没地方投资呢。难道他想跟我们一起干？啊，他想入股？我们现在已经是股份制了，也不多他一个人。再说多一份资金，多一份力量。海涛，你觉得东升这个人把握吗？问你什么意思？你可别忘了，你跟东家差点毁在他手里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再说，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。东升个性上啊是有些缺陷，但是咱们总得给人改过的机会吧。可是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。听你这意思是不同意？对，我不同意。你这要是不同意，这事情还难办呢。你知道东升为什么回来吗？混不下去了呗。我让他回来。啊？你让他回来的？嗯。佳琪，
乡里乡亲的，咱们也都从小一起长大。当年你们去俄罗斯，都是奔我这个老大哥去的。大家一起，在一起吃了那么多的苦。说实话，这份兄弟感情还是应该讲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已经决定了。行，你要是同意了，我没二话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李东升入股就是占咱们的便宜，吃咱们的肉，喝咱们的汤，你怎么就能同意呢？那咱不也是在喝人家海涛的汤吗？咱是喝海涛的汤，可是没有李东升咱能喝上大半碗，有了李东升咱们小半碗都喝不上了。我也奇怪啊，这海涛咋就不拍拍脑瓜子想一想呢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都同意了，我怎么改口啊？咋不好改口啊？眼睛一闭什么都能说。那你说我怎么说？你怎么说我不管，但是有三个字儿啊，三个字儿是最重要的，不同意啊，有了这仨字儿就行了。来，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好了好了，这黑灯瞎火还折腾什么呀？有什么话明天再说，都睡觉吧，我都困了。你又要睡啊？你要睡成个大胖子，就成人肉炸弹了。我成人肉炸弹，我心炸你。佳琴，你叫去啊。哎，记住。三个字儿啊，不同意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这是怎么办的？骆海涛，你出来！哎，别废话，你赶紧出来！东尼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他家刚才给我打电话来，说你要吸收李东升入股，有这事儿吗？啊，有这回事儿，怎么了？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还是不是董事长？不是，你这个董事长吧，你高兴的时候就不当，不高兴了就不玩了。我最近不是看你心情不错吗？我就忘跟你说了。你严肃一点好不好？当不当董事长那是我的事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？不是，我以为我跟你一说，你就能同意，你干嘛那么生气？你别跟我来这一套！你怎么就知道这件事情我能同意？轻点儿！这个东尼亚也太厉害了，这样的媳妇谁敢娶呀？我儿子嘛，那不随根吗？干什么？陆海涛，我告诉你，别说我现在还是董事长，就算哪天我是你老婆，你也得跟我说一声。你这样独断专行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哎呀，这俄罗斯女孩也这样？海涛，我正找你呢。哦，什么事儿？关于东升入股的事儿啊，我考虑了一晚上，我还是不同意。不是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怎么还变了呢？这次不变了，我反悔了，我就是不同意。那你再想想。不想了，不想了，我肯定不同意。再说，我听说人家东家也不同意，就算你不尊重我的意见，你也得考虑人家东家的感受吧。不是，哎，佳琪，佳琪。情绪不对啊，东升啊，你入股的事儿咱们先搁一搁吧，以后再说啊。
不对啊，咱不是说好吗？怎么又变了呢？是，昨天是说好了，现在公司出了一些状况。不是公司出情况了吧？是米佳琪出情况了？不是佳琪。行了，别往下打了。咱们兄弟三个这么多年，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。我李东升又不是傻子，这点事儿看不出来。米佳琪啊，米佳琪。我说了不是佳琪，你别往他身上赖。哥，你也别心烦了，你的心呀我领了，这股啊我不入了，我要自己干，干出个样子来给他米佳琪看看。那你现在有项目吗？没有。没有可以找啊，我人还能这尿给憋死。你也帮帮我，帮我找找啊。东升啊，你也体谅体谅哥的难处。嗯，我再找机会想办法啊。东尼啊，蹦蹦蹦，漂亮吗？漂亮。哎呀，送给你，刚刚从山上再摘的。嗯，烦人。啊？你昨天一天都不理我。我不理你，我不理你是让你好好的反省反省。反省？我反省什么？啊？那时候就是你做的不对。我不对？你好好的想一想，你昨天什么态度啊？半夜三更兴师问罪，你有什么话白天不能说呀？还当着我爸妈的面耍威风呢？我耍什么威风了？我就是心里有气才睡不着觉。哼，我现在发现你自从当了董事长之后脾气大多了，不像那会儿给我当秘书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当董事长了，你别让我当了好吗？嗯，你还威胁我？你还威胁我？行了，我们出去走走 ，OK？ 走吧。OK， 走了。我让东升入股，你坚决反对，这到底为什么？我壮大企业有什么不好吗？海涛，壮大企业力量是好事，这个道理我懂。但是我们不需要李东升的资金，白给也不要。东升的资金有毒啊！他侵犯过我，这难道你都忘了吗？哎呀，是啊，说实话，一想起这个事情，我心里也挺别扭。可是，人错了一时，不等于错一世嘛。再说，你不是在别人脑袋上留下个疤吗？缝了八针呐！你当时力气要再用大一点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跟你说，呵呵，这也算扯平了嘛。中国有句话说得好，叫“得饶人处且饶人”。你知道仇恨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是人心灵上的一把刀，不扎别人，扎自己。你说的对，可是米佳琪也不同意他入股。即使现在这件事我同意了，也是没用的。我知道，我不是说这个事儿，我就跟你啊说这个道理，明白吗？那好，你说的话我记住了。儿子，哎呀，我这车，哎呦，
好，好啊！这四个圈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不四个圈吗？这不奥迪吗？啊！哎呀妈呀，奥迪牌子，不是照我的宝马，我那宝马真不行。哎呀妈呀，这是，哎呀，这漆，你看人家漆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正经玩意儿啊！哎，儿子，那个，我跟你说，那个，跟陆海涛那车比，谁高谁低呀？爸，咱不跟陆海涛比，行不行？走，上车，我带你溜达一圈去。干啥去？考察项目吗？我要不等这车，我昨天就去了。我这不寻思，咱俩开车去，人家不能重视咱俩吗？那我跟你去。走。走。那人要问起来咋说呀？我就说你是我司机。行，走吧。是李东升开车啊？没查理昌远在那招手了吗？哟，他们也买上车了。哼，要不然这李昌远能那么嘚瑟吗？哎，你别坐这儿，你上后边。樱桃，怎么了？走，啊，有事儿，快走吧。啊，林总叔，卡佳来了。哎，卡佳，来，来，你坐第一排，坐第一排，来，坐着坐着。这是干什么呀？不是干什么，你来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啊，我认识的。那谁，那个东家没有啊？东家来了。哎，来东家，哎，坐着，你俩坐着。啊，那个来吧，开会了啊。这是干什么呀？那个，现在开会啊！我现在宣布一下啊，这个小城村村民学校成立大会现在开始开会。我现在宣读一下这个聘书啊。东尼亚小姐，经村委会研究决定。聘你为小城村村民学校名誉校长，啊，俄语教授。哎，还有一个，哎，卡佳女士，经村委会研究决定，聘你为小城村村民学校校长，生物教授。哎，下面。请二位上来接受聘书。来，壮，鼓掌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。红叶岭风清山庄有不正当服务，就现在。你们得快点啊！
钱再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。耶，东升回来了。以创业带动哎，我这几天呢太忙，就今儿有时间，我先过来看看我兄弟。谢谢，客气客气客气。小木瓜，正好来，咱一块整点。来来，哎，这好吗？这哎呀，有啥不好的？这来，看看，好，来。走一个，喂，来，提高下岗失业人员的技能水平，促进他们实现就业。哎呀，那个回家创业来了。关于2004年创啥业呀？我爸岁数大了，我回来陪陪他，给他送点天伦之乐。哎，怎么看着10点的晚间新闻了呢？看电视剧多好啊。这不是要干事业吗？非得说了解国家大事。我正看电视剧呢，给我调台了。你说烦不烦人？爷们儿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要想干大事儿，那就得关心国家大事，知道不？就凭这一点，我东升兄弟指定盖过他陆海涛。你可真能忽悠人，看晚间新闻就能盖过人陆海涛了。那全世界不用干别的了，全看晚间新闻，全发家致富了。来吧，来来，然后这个你想看还没了呢，你看。嗯，哎呀，哎呀，兄弟，你就干矿泉水厂，准保发大财。哎呀。我现在呀，真是不知道干点啥，就这一个项目可以考虑考虑。那你就干呗，资金方面有困难，你跟我说话就完了呗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呀？用钱你就吱声。你不是放高利贷吧？哎呦，放高利贷那叫帮你啊啊！哎，这样，你就按银行的贷款利息还我就行，行不？哥，谢谢，干了。行，别干了，你看你爸都睡着了。小点声，外人咋着？抽上了。咱坐，行行行行，算了。你看都几点了？11点多钟，你整了得了。那行了，我走了。走了。海涛，你再想想，除了地黄丸之外。你还得罪过什么人吗？这事儿啊，不用想，10有8九就是地黄丸干的。哎呀，海涛！哎，东升！哎呀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找你半天了，这山庄好多事儿等着你们处理呢。我们在调查昨晚的事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听说昨晚出事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你干嘛去了？哦，我昨晚在家喝酒呢，跟地黄丸俩。你跟地黄丸喝酒？啊，地黄丸以前去过你们家吗？没有，昨晚也不知道他怎么的，就冒蒙就去了。大概几点？大概10点多钟。当时正播晚间新闻呢，我跟我爸正喝酒呢，他就去了，说坐下喝点儿，那就喝点呗。大概。喝了1个多小时，他问我几点了，我说11点了，他说那行了，就走了。看来我的直觉没错。咋还不铺被呢？我睡不着。你也别想睡。你睡不着，为啥不让我睡？我有话要问你。你有话快点说，我困了。风清山庄那帮警察，是不是你请来的？不是啊。孙长富啊，孙长富，你就这点能耐使的？你做了坏事又不敢承认，你算什么男人？那怎么的？我承认我就男人了，我就爷们儿了，这跟你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因为我现在名义上我还是你老婆，我不想看你害人。你拉倒吧，
你不就看陆海涛挨整你心疼吗？你难受吗？我就让你心疼，我疼死你。孙长富，我现在是心平气和的在跟你谈话，我希望你也能认真一点。我不认真吗？我够认真的了，让你心疼我就认真让你心疼。那我问你，你还是不肯离婚吗？我就不离。你不心疼陆海涛吗？我就折磨你，我就让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那好，既然你不肯离婚，我还真就不离了。我也不让你逃出我的手掌心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天天守在你旁边，我看着你，我防止你作恶，就这意思。那我倒要看看，你怎么看着我，你怎么控制我。如果你再敢害人，我就告发你。你。那山庄来了一帮警察，不知道有啥事儿，你知道不？没听说呀。那个收了一大圈，啥也没收着，完走了。那警察是咋来的呀？我这报案。大果子，哎，这个吧，啊，来，快快，箱子一碗。钱给你了。哎。啊。来，哥，我来六根。给我来六根油条，我不卖给你啊！别挡着，后边的，后边的，不是，凭啥不卖给我呀？我凭啥卖给你？我说米仓，你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我炸的油条，我爱卖给谁就卖给谁，就不卖给你。别挡着，后边的。不是你吃错药了啊？我把你咋的了？你这当大伙面给我眼罩戴呢吗？这是吗？我就是不卖给你。谁稀罕吃你那玩意儿？我问大伙啊，别吃他家东西啊！他这不卫生，我告诉你，谁吃完了跟你说，你不中毒也得拉肚子。地黄丸，你搁那揍谁呢你？怎么的？地黄丸，你说那话有味儿吗？吃这药更得拉肚子。怎么非得吃你这东西啊？嗯，不卖拉倒，怎么我就不吃你这玩意儿我就得饿死啊？饿不死，你到别处要去啊！来，下一个。你什么意思？怎么样，丁焕文？最近晚上睡觉不做噩梦吗？不做噩梦，我净做美梦。问你一个问题吧。向我请教问题。说。比方说啊，两个人打擂台比武，有一个家伙呢干不过，就用暗器伤人。你不觉得这人挺可耻吗？我认为使用暗器这也是武功啊，只要能赢，管他什么名气暗器，你说是吧？关键是这种行为被人唾弃呀！啊，现在已经没几个人敢这么干了。哎呀，听你这话，你是被暗器所伤？接了一招，没怎么样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你们枫泾山庄出事儿了，你刚才跟我说是不是这事啊？长富。争强好胜好啊，别干鸡鸣狗盗的事儿，听到没有？听你这意思，暗器伤人那人是我的。那暗箭伤人的人不是你啊？当然不是我了。你们枫泾山庄出事儿，该我什么关系？当初我根本不应该跟你较劲，你根本不配。你说你还是个男人吗？那我承认了，我就男人了，我就爷们了呗。我知道你兜里指定揣着录音机呢，你们爷们都好干这事儿。我告诉你啊，坏事别干太多了，
否则会遭天谴。找他，你说这么说这个人，你这，哎呀，这怕呀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海涛哥，天哪，这两天你跑哪儿去？怎么连个人影都见不着？我说那个事儿，公安局查出来没有？啊？别吵了，这件事情我心里已经有数了。你有数不行，这不能算完呢，这找他说的说头吧？这行了吧？从现在开始，谁也不准提这个事儿，到此为止啊。那以后咱们得提防着点儿，必须的。气死我了，海涛哥！出了这么大事还不提的，你是这儿？妈，你怎么了，妈？妈。吹来你的气息。